他都比较专业，他画的就是可以给他教，帮我很难。他是谁呀、啊？他是谁？聪明很厉害呀、啊，要来考试。有没有缘分是太子说的算。缘分是得来不易的呢，真的假的？你再说一次。你再说一次，快点。缘分是得来不易的。哦，是这样哦。那什么，怎样才能跟你有缘？有预约成功的。好吗？好啊，我跟你说得来不易呢。得来不易、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跟他说下次，下次。哦。跟他说有缘，有缘。而且要挑眉哦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永祖你很聪明哦，都太子讲了。你也是到时候。你就是没办法，他这个都是戴在身上吗？还是用来给？身上不给他戴身上啊、哦？这个有妹妹，有妹妹，你有包包吗？那你有放车上？那下面要给他来，你放包包。这个羊羊，然后你回家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放哪里？放你放随便你，然后你要出门再把它放进去包包。那我会去，你去。不能带啊？可以啊，就带去。嗯，就带去。好、嗯，谢谢。嗯，谢谢。来，你说什么？缘分是什么？得来不易啊。所以如果预约没成功要怎么办？就等有缘分吧。等下次再预约，这样、哦、对不对？啊你帅啊，因为你可爱，人家说在直播上看就这么可爱了。哦，那姐姐很丑哎、欸。人家说你直播就很可爱，本人又更可爱。姐姐很丑，姐姐很丑。哦，特务哦。姐姐很丑。姐姐是谁？谢谢，感谢你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又带玩具。我也有哎、欸，哇哇！这次没有你的，我有你没有？你看我有你没有哎、欸？你这是我的呢，有没有看到？好了，我送你一个，我送你一个。哎呀，下嘴！我送你一个，我送你一个。谢谢阿汤接礼物。啊，谢谢。啊、你看看看，那个是姐姐的，姐姐会用。对的，看你们喜欢啊。这样子，谢谢我的儿童节礼物。对啊，看你有没有喜欢呢、啊？你可以装东西哦，你可以装、哦。这个我帮你拿。嗯、啊，你看，是说你用不到。对嘛，因为你的儿童节礼物，因为你是小孩子啊，送你的。因为你小孩子，你用不到啊。儿童节快乐！谢谢。无言。无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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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会接啦。听说有魂，那个比较适合姐姐。对呀、啊，听说有魂，他很喜欢。对，四个字，对。对呀、啊，姐姐很喜欢那个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儿童节礼物。你已经很多了，你今天收几个了？他是不是那个超人智智？超人姐姐。是哦，是他哦。等一下，你们儿童节怎么把鸡带来了？有，你的鸡最近比较乖了。真的、哦？有啊，刚才那旁边这一只就是比较乖了。真的哦。你不乖，他乖。哦，鸡比你乖哦，对不对？他说等一下也要给你换点礼物嘞，这个会有点久。重点。这个会有点久。这个会有点久是怎样？我用我用，等一下掉了。哎、欸，我等啊。他把那个插住了啊。还有一个断电的白色的，这里把它拔掉。好，阿聪来搞一把。小猪姑姑，小猪姑姑，小猪姑姑。小猪姑姑几声？小猪姑姑。我怎么是姑姑？你搞了我白块卡通啊？小猪。那我记错。唱一下老爸。他忘记怎么唱。老爸，老爸。啊，你上次比较好听，你这次都破音。
女生。我忘记我那时候有咬啊。他有那个啊，他的手机啊。你要咬一下。你的手机。你唱一句给我听。你要边唱边聊。你去找你的手机。我先说。你有什么你哦？你有什么？剩下几个而已呢？哎，对，剩下几个而已，快点。伊知影怎我人手有空管能倒倒来，我那老家一堆人拜拜。金龙太子加油！喂，进来进，好好好，收到收到。不要再玩了。一笑解忧愁，哦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哎呦，跟有默契哦，一样啊，一样意思啊。我等下叫太子骂你。电视能看到你啊？电视哪能看到我啊？可以啊，没啊。那你看多一点哦，啊，看到我就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哦。你答应我了，我们打个包，我送你一个猪猪啊。我送你。不喜欢鸡蛋的。没有猪吗？没有了，没有猪了。好熊，我给你一只小熊。那里面会啾啾给你。我刚给的，给我。你有没有想问我什么？想问我什么？他的经验哦，还不完全的，我要知道他需要什么经验。你开心一点。开心一点。快乐一点，多笑一点，他就很开心了。你伤心，他也伤心呢。你希望他伤心吗？对呀，那你是不是要开心一点？你答应我了。你答应他了。说好了，好。还有没有？身体有没有标注？我收两张标注。那我收啊。我伪密字卡。我也要写，你要写。你要不？那你要捐钱钱哦。你要不寄红衣？我上次有那个钱钱啊。你要寄好光友？不行，要写什么？金草莓。大帅哥，你金草莓哦。
要多少？二十块。二十块。我们要看其他人的。熊。新打的冷清啊，王杜姑威。大帅哥，我的赌上金有多少啊？四五千左右。两百块。啊，两位两百块啊，我问你两块。2800，2800就有了吗？卖欧北公维啦，对不对？公主你不要乱讲话啦。对啊，差不多会赢啊。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小编才25岁呢。对，昨天在屏东核心社25啦，没有在讲虚岁的。对，虚岁26了。对啊，屏昨天在核心社，核心社，对，核心社。全新吧。哦，全新。哈，我一直是讲奇怪啊，怪怪。全新社啦，你叫我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说你在干嘛？啊，你去哪里看？你不看我们那里，你跑去别的地方看。你们我看多了。哎呦看腻了啊。看别的啊。啊，大家要看你啊，你又不来。看你，你又不来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你们害我被骂的。没有啊，那是因为你叫好几次了。啊，我在忙啊。你在看到那里。你只是在看到那里，又在忙。你下次来我们这里看就好了。大家才能看你啊，对不对？下来都这样忙。你怕走路而已啦。你们都骗我去跳啊。哦，你跳那个帅呢？哦，那裤子盖好呢。幸好我今天要跑掉。跑去，你说要跳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躲在旁边看。你有答应我呢。对啦，全新色啦，我刚才也突然糊涂了，熊熊又袂记得记，对。姐姐装专三而已，对。有机会来台中吗？台中有，4月19。哦，4月19，刚才有人打来了。要预约镇头，4月19在大理。因为我们本来四月很多延期的啦，刚最近又有一些打来没有延期的就打来。在台中大理，大理，定点表演。你不喜欢跳舞哦？他喜欢啊，他会扭什么扭啊？我喜欢跳，我会跳。你会跳什么？扭什么扭？还有海草。海草老布啊，哦，还有小苹果，还有欧巴干那赛，一起赛。台南永康都延到七月份了，一起戏剧。戏剧，普戏，普戏剧。暖暖的，啊你鸟人，谢谢，啊你要带着他哦。会的，我们会注意的，我们会注意戴口罩啊。我按公口罩进有较好买啊啦，无就进前要歹买。哦，你19号有风火轮，要来就是我甲你讲去那个热闹就不用走路了，然后两边还有 LED。我就一直真的呢，跟你的风火轮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。我不知道，阿你干嘛一个？啊好啊，你会坐好。我先坐好，我不要坐好。你等糖啊，没糖啊，他不能啊。可以等一只而已，姐姐好像没睡饱，早上6点才睡啊。对不对？昨天写一整晚的功课。有吗？有，还是有偶尔滑手机？有。有没有滑手机？你有去看他在干嘛？他英文翻中文翻了一个晚上。他不知道我在旁边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他怎么会知道啊？你不是说他？这样子抓他的头，你不是抓他的头，没有，你不是说姐姐很笨？我看他在干嘛，他就好像他睡着了，
读书读到快睡着哦。对啊。哇，那昨天从英文班中翻很久哎。你要给他亲一下，他就有精神了。眼皮，快眼皮。妈妈，再抱抱他。抱抱他。我在帮你跟他讲，你有抱抱他。他听得到哎。哦。很多话听得到。今天来的到现在每个都说不是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关时间啊，最近不会那么顺了，大家都说不顺。我好像怎么觉得是念经很好，就是上面的对，你口气好吗？嗯，好，谢谢。做好事，然后就突然就被那里了。那你的脸好吗？啊好。你有这样吗？可是你都这样子讲。好像看不惯。笑笑的吗？我笑笑的，然后还会被说我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？啊，不是哦。我知影，讲你唔爱红红面，你讲做拢做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是不是有跟谁说啊？是呀，我的水你那么好帮啊！那就晚了。在他上班都会有一些状况。他，你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有吧？不是那么的开心。好，阿妈拜拜。妈妈，你想一下。他会记，他是会记得的。嗯。而且你。记得之后，你不会去排解这个问题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，之后你就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会跟他讲，他会很想听进去，然后不知道怎么看。你就不会理他的啊？对，你就放着，反正就这样就好，反正我不会常常跟他一起上班啊。不能这样啊！啊，所以你要去想一下，你要怎么去跟他排解这个？我想说开车开那么快耶。因为有时候你这个事情一直放着，他只会让你跟他的越来越不好，他比较容易去做一些小事情。而你是一个不会去计较小事情的，你这样子你们当然会处得更好。你要先把事情排解掉，你跟他会处得更好，你们是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。可能就是你们就是不好吧，你们可能就不好吧。责任只有你们。没有那么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。他只是因为他伤心而已，可是只是他调整过来其实就好了。只是需要一个人在旁边陪着他讲讲话就好，他就不会去乱想那些事情。可是可能刚好碰巧你们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，所以就让他开心一点就好了，你就不要烦恼他的事情，家里的事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操心的，因为就是安心独立的，他感觉责任更大，但是你自己担太多责任，因为其实他没有你想象中的真的那么的脆弱，他没有很脆弱。他反而希望你们不要担心他，然后我在一起哭，自己痛哭的哭。那是他自己的关系啊，你要让他去调试就好了，那都是要慢慢来的。他很爱哭哦。对，他要帮我洗。哭过就好了，你总是要哭啊，你怎么可能都没有哭？情绪要发泄啊！我都大哭。希望你们更开心的好，可能更开心也是吗？不要每次他来，啊你好，你要一直问候他，一直问候他，他就觉得他没有怎样，然后你就会把很多责任都放在他身上，你放太多了。还有什么？金龙。那我要收金龙了。
我们下礼拜好像有，可是目前还不晓得下礼拜是礼拜六还礼拜日收金的部分，不知道礼拜六还礼拜日。我们会再做公告。有啊，每次下来嘛，都有喝草莓可乐。啊，不要这管就是草莓可乐，今天我用奶瓶来啉。屏东没有哎，屏东天气非常好哦，天气真好。去年有没有去澎湖玩？有啊，搁坐船呢。我们的行程都会公告在社团上面。所以如果是要去北港，就要看有没有人聘请这样。因为这个四月份这个热闹比较多，都做延期了啦。因为政府有一些政策在，是无法度硬劳力。路权申请不过啦，对啊。所以有时候行程改来改去，我们一般都在月底才做公告啊。哦，三月三十号公告，四月安那样。对啊，所以大家就是最主要还是以社团的公告为主啊。啊，有人请完卡，我们才会过去，不然一般就不会过去的。对，我们的进香一年只有两次。衣服等一下，我会跟太子请示一下，就知道要怎么处理的？对对对对对，沙龙遮喝啊，龙遮喝啊，有小孩子最小到八号。哦，四个拢在落雨，看看甲冰冻无热呢啊。对啊，我们屏东天气很好哎，现在还超好的，现在天气也超好的。伊个汤啊，已经规个汤到规肚啊，对啊。奶嘴更扯，奶嘴至少破1000颗啊。啊，那不过那些都是有加持奶嘴的，所以我们还是放着，不会做买卖的动作这样。台中大理的哪里啊？哦，啊，时间呢？几点？好，晚一点我们才会公告台中的那个行程。因为刚打来初步问一下而已。对对对，问一下我们那天有没有时间，有没有冲突到这样。有啦，其实小兵有那个有自拍神器啦，有单轴也有三轴，都适合啦。其实我当时直播有时候要迅速，我的每户整下物件啊。衣服一般都小一号，可是最主要尺寸还是要大家量胸围，跟一些就是前裤的寸尺爱先量一下，哦，因为这是美国棉呢，吉尔登呢。哦，一般要穿小一号啦，对对，一般小一号。啊，这大家一定要量清楚哦，因为衫裤是白色的，是白色的。如果寄出
我们就不做四川了，对对对，我们不做四川哦，因为三十八，我冇到零七千，所以大家先看牛节买尺寸要记得稍微注意一下。还会去澎湖吗？去晚才会啦。不会念，我看。不是念我吧？是啊。哎，我们去周书啊。啊，就是那间叫我们的。对对对，我这个要小啊，就是那间叫我们最好的。没有那个眼睛，好怎么样？啊，是啊，哇，那眼睛呢？因为那个朱刚叫我们。我是娘六号，然后他叫我们出五先上去，对，我娘等一下，他叫我们出五先上去，然后上去老街逛一逛。啊，到底要不要一娘？不要。那你有没有亲身的见？对啊，不是菜啊，就是一些比较亲近，真的自己开始。哎，啊，就是一见面娘，你得讲一见面娘，伊是娘，就是出五的娘，15是点嘛？点，啊来出六。对，衣服要偏小一号，没错。澎湖不错啊，澎湖至少比小琉球大很多。小琉球我升几缸啊，朋友，我再升两缸。啊，是哦。对对，都要拼小姨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寄弹珠给大帅哥。邮寄，直接寄公庙地址就可以了。七月台南。你是我唔知，我看一下社团才知哦。真的吗？雨下到屏东了？应该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这里还没有下雨。我们这里的天气一直都不错哎。马来西亚可以卖我们的衣服吗？嗯，好像不知道要怎么走呢。我们可能目前还是以台湾的为主啦，对对对，可能还是以台湾为主。对啊，好，还要逛街哦。新北延到什么时候？嗯，这个延期为爱博新兵，所以有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收到。好，正头聘请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姜主牛，好，直接打电话姜主牛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看地点跟绕境的进香状况，有的刚刚去逛乡，有的个绕境，诶，时间那么赶，诶，价钱就会不一样。对对对。啊，是啊。这样台北啊，人好多都会黏黏湿湿的啦，对啊。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下雨。对啊，可能麻烦你联络一下姜主牛。台东上次刚去的、啊，嗯，目前近期好像没有收到台东的台东诶。对，我们目前都会以台湾为主，目前都会以台湾为主。收金收到几点？唔知呢，收到人了啊，人收了就无啊。衣服一件多少？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要问太子的了，所以等一下我要问一下才能公告给大家。对对对。分享起来。对对对，下礼拜收金问事要等公告，公告完我就直接私讯粉专哦，说你要收金问事几个人，好，我们照顺序回复。我们公告都是以国历为主。对对对。可以呀，谢谢。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快结束了。你今天好像比较慢一点哦。有吗？有，感觉有。怎么没有写我的呢？因为我们要实际投进去里面才可以写呀。怎么样？安全区，啊，你不会投自己。
不错呢，你很亲民呢，有的人都不要自己拿呢。OK OK OK OK， 来给我，不要摸那里哦。是的，细菌。细菌是谁？下面一位几号？早已几号？叔叔。叔叔号哦。我要2800。好，等一下就帮你写。就是2000。衣服要卖多少？对，要主多。啊，白两个，白色的那件。这两个人的。啊，快点。哦，大礼物哦，听说是大礼物哦。会不会是儿童节的礼物？那你还要不要收呢？高很细的，你阿美山叫很细，我们要原则，做人要原则。收礼物，你的原则是收礼物。好，那我知道。拿饮料哦，对呀，不要再喝饮料了呢。太棒了，对不对？身体要注意一点哦。爱吃卡少的哈。那以后你如果不下来，我就用礼物骗你下来。你最近身体会有什么？任何方面都要想，是你验过的红包。好比方。哎呦！今天收几位？哇塞！对，可能要麻烦台湾的朋友帮你们记一下，你们这边是透过虾皮的话是没有办法。最近很好哦，中午就到了，今天下的那么开心，你应该中午就会到了，中午就会到了。哦，来找你之后越来越好呢哦。他叫我到淡水，切糕好一个。对对对，他说我们就坐，我们就坐到那边买，是高铁。好，那你就有捷运的车，下车是高铁车可以。对对对。哎，台中可以问事吗？不行，我们出热闹没有办法收金问事哦。出热闹不阿多，我们宜昌当然是女生啊，看不出来吗？好，那你没有火车直达，没有火车解决运的对吧？大帅哥唱歌厉害，我的样子哦，我的样子没有什么好看的了，看我们大帅哥就好了。因为我唔捌咧坐火车，我拢家己开车，所以很久没坐火车。对啊，长进的是我啊，除了我没有别人的。我们问事一定要到公庙，对。等一下会让太子玩吗？当然会啊，一定要让他玩一下啊，他最爱玩玩具了，玩泡泡。对啊，大帅哥认同的帅。屏东普旭俊，什么细菌？普旭俊，你无看我剪栗子头一样？栗子啊，糖炒栗子。什么何首？我白讲，我是咧捞干尔。谢谢谢谢。对，收金要在现场哦。我昨天有跳啦，没有在镜头上而已啦。都演了，都很开心。像我今天也有摊位嘛，颜值呀。下个礼拜嘛，我们是颜值。台中19号在台中大里，可是详细的几点时间跟地点，哦，详细的很准确地点，可能再通知这样，再公告。拜拜哦，他走了。拜拜。没有吗？不然是谁？没有啊，不是你，不是他，是你。他没有吃很多，今天是他不好，你们好，他不好。心情好，运势就会好。吃很多就会好。
对，我们收金问是需要预约的，对 对, 對，要预约。无预约，当然个收四五十个，个人收到表的不爱收啊。我们太子收到后来就不收了啊。虾皮搜寻我们香湖宫，香湖宫就有了，就找得到了。然后一睹大帅哥的风采，就在台中大理，没错。镜头不不，磁场太强，哦没有啊，网络不好而已，单纯网络不好。要放多久？好。哦，太子那么多玩具，最喜欢哪一个？只能选一样。只能选一样，太难了啦。小神医目前没啊哈，小神医，草莓的软糖。小神要等下一批草莓版的未封口有1000件，好，可能也卡后背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去台中大理你要下来哦。为什么？好多人要去找你哦。可是我想去那边看看，说不定有多多玩具啊。你也不下来，我们帮你收啦。没有，我自己收。好，那你就会下来的吧。那个套是什么的？我想一下你在讲什么？刮龟波。等一下再给他看。刮龟波。等一下还有给生修没掉。你要说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好上班啊？所以叫什么？隔壁班。耶！名字很像哦。他说：“你姐姐说吗？”是我说的。什么东西？他说你是细菌。嗯，妈的细菌。细菌。我剪章好看吧？打开一下，对啊，我在睡前都看了一下自己，觉得很好看，又拍照。你好开心，最近怎么样？好开心。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不好的。你明早。没有问事可以来拜拜吗？可以，可以来拜拜。升官发财。你还是很开心的，就是有一件事情会让你没有那么的幸运，而且发生了。嗯。哎，这个奥巴马只有穿着，我有看到。在外面。Hello。找他干嘛？是感情还是事业？提醒。你要自己想。提示一下，提示一下，感情、事业。我说我不能说。你没有说话，你点头而已。你有没有想到啊？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做到吗？有，我骑超慢的呢。你没有感受到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尴尬。还在偷笑。他就特别，他就特别叫你进来问你骑车没有骑慢一点，就这样。要跟他聊聊。好好好好好。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就有一次我们要去澡堂，对，哦，可能太早了。那你就有直煞，然后就吓到，就吓到了。是这个吗？
他觉得这是小事而已。现在你有没有？他可能会骑在帮你用到什么？还有小时候什么不是先生用到什么？要告点牛啊，高啊！想清楚呢。你有没有撞到动物之类的？小小的也是哦，这样子的也是。你要教啊？车怎么看得到？青蛙？你想啊？没有啦，通常只有猫比较不好啦。他说小的也是啊。你教啊你啊！我走路有啦，才是蚂蚁。像一高牙修蛤蟆。不是小鸟，小鸟。壁虎。在公。会动的，这公蚂蚁拢想喊吗？然后它会动，蜥蜴，狗，知道蜥蜴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在那个外面那个本兽，老鼠，蚯蚓，啊，鸟栖啊，鸟栖啊，这样子，小只的老鼠，老鼠啊，小鸡哦，我是小鸡，小鸡行好吗？对，鸡叫那么小鸡，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黑色是什么？黑色的，应该小老鼠。有没有啊？我没有看到。可是那开车看不到了。看不到。你不是吓到？我就吓到，就吓到，就吓到，吓到了。还没有下来看。就一直开，就停红灯。停红灯啊！就停下来，就红灯啊。我被他吓到，没让他走。就是对他来说好像是小事情。对。就是大事情吓到了。就真的是吓到了。不是大，你是你笑到的问题，对对对。哦，不太顺，不太顺。哦，可是觉得你的不太顺不是不太顺，你觉得很顺，可是那是不太顺，你可以更顺。哦，对，更顺。所以我那时候开车是恍神的状态。我怎么知道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急着要去拜拜。哪有那么急？哦，就急性子。他那个没有下车看不到，对，真的真的我没有下车，我姐刚好在我旁边，他需要收听他被吓到，你被吓到了，我在滑手机，摩托车哦，啊，我真的是啊，啊，我真的是啊，啊，你首先出来，你要打我吗？没有，你怎么不打呢？我的手还没好，你要帮我打。那你有比较好了吗？好。好，那我得去。卡正经哎，卡正经哎，卡正经哎。那个布丁的，那个甜点的，甜点一样，对，怎么多？一样，一样多。那你可能上次不够用心。上次我忘记要什么时候来的，他很久没有来了。上今天直播到几点？不知道，直播到结束为止，哎，到收金结束也没有啦，到这个在大概20分钟而已。对呀，啊，栗子头，栗子头，报名要从私讯粉专哦，私讯粉专。吃糖果还好啦，因为其实糖啊，大家拢爱吃啊，伊嘛无食介多啊，伊较早食六支，即马拢食一支两支尔。跟以前变调，怎样变调？你可以讲看看，没关系。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大家有反应，我们就是要一直改善，一直进步。当然变调有可能变好变坏。然后跟就是我们其实很 free 啦，我们也不会说很怕人家，都只讲好不讲坏。有什么方式让我？湘湖公离中油万丹加油站很近吗？很远吗？不会，很近，很近。现在第几位哦？好像快20位了。对对对。嗯，蓝灯加油站过来15分钟吧。脸红吗？对啊。脸红是他，是他哦。大帅哥跟心中哈拉了没有啦？跟来说两三次比较熟的才会。一般还好，一般还好。拜托你
今天好像没有很多人，今天很多人，今天很多，因为今天你教几个啊？总共？啊？哦，24个而已啦。下礼拜不要来了。24个而已，下礼拜是姐姐说她要收的。你自己问她，你现在问她，你现在问她。无伊在讲我甲骗，伊怎甲我讲的啊？有没有听到？你家甲问。他说几个人？就几个人。你问他。对啊，我们一般预约都会抓15到20人啊，因为惊有人有临时有代志会取消。根本就没有来的啊。然后他说。我怕有人临时没来啊。下礼拜再说，然后再过上个礼拜休息。你也是常常休息啊，对不对？十个人。啊？下礼拜是。十个，十个无得无三只鸟啊！电风扇头啦！哎，宝宝呀！很担心会得糖尿病，吃太多糖。那个吃糖果是不会得糖尿病的。对对对。糖尿病不是因为吃糖果才有的，哦，那是不同的糖。没啦，那给减减嘛是正负10个左右而已啦，最多也不会超过25。因为有的人也无本事啊，有的囡仔无本事啊，有的囡仔是来收惊尔。10个而已。不过我们现场直接来不行哦，我们没有办法现场排队哦，因为安尼会像等个安尼一个接加40-50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采预约制，预约我会抓人数，我会抓人数。报名九龙太子要来把杯哦，我们的跳那个九龙太子正正头是需要把杯的，对对对。哦，所以我们真是大宝在看你呢。大宝是谁？那个啊，宝岛声很大那个主持人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没有跟他问好。你好，说 hello 一半的脸。一半的脸。你还有没有要来？他有生，他生小孩的呢。嗯。你可以叫他来啊。你来，我给他猪猪。哎呀，对对。他的小孩要来，他要单独哦。大宝，你的小孩要记得带来哦。阿柏要不要来？阿柏是那个女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个跳的陪穿那个。太子有规定哪个县市吗？因为我们一般都要每天练习啦，一个礼拜至少要练习4天，所以尽量以屏东为主，或者高雄，因为我们离高雄很近。对。桃园目前还没有哎、欸，上次的桃园也是取消啊。不过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好消息啦，确定会跟大家讲啊。对啊。好，我们海外的朋友就有福了，好不好？海外的朋友。有机会了，对对对，确定了，我们会再处理。我在屏东万丹社皮加工出口区这里，屏东加工出口区。
因为我们香湖宫一直有秉持着自己的初衷，哦，我相信不会随便变掉的，哦，我们也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，哦，不要为了讲而讲，我相信我们的不会因为名气大就会变得比较自傲等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的什么？可乐。可乐要不要冰？要。要很冰哦，对不对？那你比较喜欢可乐还是比较喜欢鲜奶茶？鲜奶茶是姐姐，又不是我。你很讨厌是不是？没有讨厌，我没有喜欢。为什么我的手那么冰？因为洗刚刚那个牛奶那个呀，好多。那是新的对不对？那个香油喝吗？其实我们很常去高雄哎，收金都100，那问事都随意，哦，都随意。那补财库的部分，我们一年只补一次哎，而且是在停工生那次，现在就没了。哦，你喜欢看这个鬼哦？哦，这家厉害哦。哦，这只会爬上面呢吼，它很像那个呢，蜘蛛人，云霄飞车，细菌，什么细菌？有没有伙伴啊？这里啊，你那里是舞台，那个爬不上去，那个卡住，那个要有轨道，它下面要有那个脸的，快点，快撞到了，快撞到了，好啊，你先看一半，再走去佚佗啊。你这样怎样说我不能玩了？你让他跑，没关系，哦。还剩几位？现在几号？16，大概剩六七位而已，六七位而已，不会差很多了，不会差很多了。对，淡水六月底没错。嗯。啊，把握哥来搞你问，对吧？你有花时间吗？很多时间，还是一半的时间在不应该的地方上？有。你有没有想要今年就考上？想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努力？有。你有没有想要花时间？有。确定？确定。那你手机关掉。好，你关好律师哎。对啊。哦，你也在隔离哦，哦，跟死死。你什么时候考试？七月考试，七月考试。现在4月，剩3个月，有点来不及耶。除非你每天都一直读。嗯。你现在有这样子好了，你只读了这样吧。嗯。没有这样子，里面来不及。你要从后面一直给他推啊推。对啊，一直给他推啊，我的都要，对啊，我都推不去了，我还去，你是为了怎样推啊？推他去读书啊？都不读书了，怎么一直推？推，花时间。你考上了，你会很轻松。你这次没有考上，你会越来越自卑哦，因为你会放弃。你这次没有考上，你就经常考。你一定要在这次考上。你先把手机关掉啊！你手机关掉，你就不会干嘛的啊！你约不出去，玩不到，看不到，就读书。那补习还是要出去啊？你补习，你有报了吗？我在补习啊，一直都在补啊，一直都有。有用吗？有。进步了什么？全部。全科啊。他吸收的进去吗？对，有。因为比跟学校教起来有用啊。那是因为在学校没有认真上课，因为补习帮你，其实你靠你自己就可以了啊。是你都不认真在应该对的事情上面。你以为补习了就不用自己读吗？要啊。你没有啊？可是你没有。你就算去补了，你回来你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你补习完之后的上面的时间还要更多。你补习补了4个小时，你用8个小时来看书。
天等于你一般的时间在读书上面，做得到吗？可以，真的，看可以，真的可以吗？看可以，你要确定吗？答应，要答应我吗？好，打勾勾，打勾勾。啊，那我没有说到嘞、欸。啊，我不知道。严重一点，他就会怕，对不对？打屁股，打屁股。写什么？我在想要怎么处罚他。哦，你也不会想这种东西。对。对。你不喜欢处罚别人。如果没有做到，让他变很胖。好，别大胖子。做得到啦，可是你要真的要用放心，可是你要放心，放心在上面，至少可以用一天一半的时间在读书，你就可以每天哦，每天哦，你要考试的前一个月，快来找我。你没有读，你没有读就不要去考。好。我唬你，没有读，规矩卖起啊那样。卖起啊，你们饶了我看，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的话，你就不要去考，你就再花更多时间读完再去考，会比较好。因为你考进去之后，你就会放弃了，你太容易放弃的。为什么读不会你就不读了？不会啊。你会？那你有几科啊？第八。十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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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我也不会，你要努力一点。两颗礼拜一颗，每个礼拜一颗好了，每个礼拜两颗，一个礼拜一颗。按下去，前一个月要再来哦，一个月哦，一定要再来。就这样，然后全身酸痛，身体很差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笑看看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小小点过来。收金问世的钱可以放在同一个红包袋吗？可以，都放同一个就可以了。我们只要去到外县市，只要不是在屏东，都没有办法问世，因为我们是去做表演的。好，我们收金问世只有在屏东香湖宫才有。好，对对对，悲神甄嬛岛，哎，能卡吧？有想过哎？我们的行程都会公告在社团的贴文里面。好，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有些都是不确定性的，因为有政府政策的关系，有一些。都是要去申请，要跟政府特别申请，那不一定会过。那申请没过，我们的活动就会延期或者取消，所以都不一定。所以我们都不会太做公告，是我们要完全确定了，我们才会跟大家做公告，好，才不会讲完然后又让大家扑空了呢。只要有人聘请，我们都有机会去到台湾各地。好，那有趣大家务必一定要来看一下，看一下直播跟现场本人有没有落差。我们这里收金也差不多了，应该是全部盖嘴人啦，应该是全部盖嘴人，剩四五个。好，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大概也快一个小时，等一下就会先做个结束。好，晚一点会不会开直播不一定。看看，看情况，看情况。如果有玩游戏什么的，再给大家做直播。对，今天大概24、25，有，我们现在人数都有控制了，再怎样都不会超过30个人。我说那次之后啦，我有，那两次之后我有控管了。等一下，如果他要玩玩具，我们再开给大家看，好吧？那手机做个充电。你会很喜欢跑出去吗？休息一下，这样。啊。那你在外面
所有行程都记得看我们社团的贴文哦。好 ，OK， 那晚点等一下公告给大家。那记得喜欢我们金场的大帅哥哦的朋友、粉丝朋友啊，记得关注、按赞、分享啊。那有机会再欢迎大家上直播跟我们做互动哦。平常住台南哦 ，OK， 有太子有看到神尊前面的笔吗？我有看到，一只龟奖龙嘛。规支笔拢金色的，顶五亮，我有看到。七月伊在国家考诶。哦，拿龙的笔考试，蛮屌的哦。这是谁的？好。这个，等一下那个小黑皮看看。大帅哥跟大家拜拜一下。我用完等我一下。好，他用完等他一下。对。好吧。一个礼拜直播个两三次哦，就希望大家平日一到五看不到大帅哥的时候，可以去 YouTube 看一下啊，让大帅哥陪你度过无聊的日子。看他皱眉头，很可爱哦。不好了。用猪牛比较美丽哦，没有这样太那个太浮夸了。真的哦，没有胡瓜，胡瓜，胡瓜，胡瓜。妙公槟榔有钙无？得钙啊，尽量钙啊，无好钙。细菌吗？不知道，细菌。普细菌。细菌，细菌。现在是流行病毒，不是细菌。对，我们下次见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跟大家说再见。拜拜。拜拜，阿耀长要记得写你哦。有没有别招？写你哦。再教我一次，救命！阿耀长救紧你。你教我，那你再一次。我问你过，好了好了，赶快来刷机哦，看一下。等一下礼物，等一下。哦，好，看到大礼物，它又不一样了哦。已经很多了啦。对啊。我们直播让他猜一下。只能吃一。看来他不是很想猜礼物哦。他说他不要礼物啦。你做特技呗？不是不要吗？你进来精准啊！哦，给糖果不要，小 baby。让你拆完这个礼物，让他拆完，我再关直播。手机要充电了啦，你爱充电啊？没有时间了，已经话不就给你，我就讲完。我要说，这里，你有领金没啊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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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丑！你敢讲一下？你敢讲一下？人起厝呢？灯呢？灯哦！他说他盖一栋房子哦，盖房子，还有棉被哦。棉被，我给他盖好爽。我等我回去。一个去一间厝哦，啊，老弟不要倒等，会啊，回这底下到底来的呀？这个联名款哦，是限量的哦，限量联名款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够厉害耶！哦哦，什么东西？还有大布袋，圣诞老公公，你是圣诞老公公，现在才四月呢，圣诞老公公不是，哦，这下迪士尼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啥？老鼠？爬不起来呀、啊！可以重吗？米奇？哈哈哈哈哈！米奇有那么重吗？哦哦，比你还大只！放好！有没有比你大只？哦！我讲过了。
可以站哦，哎、欸，这只好看。可以站着，它可以站着。它可以站着。两个一起拍照。哦，比快比心打得高了。这个是奶奶有踢呀，奶奶有踢呀，独家照片。可以拖着，他没有踢呀。好，你是啊，里面有关节可以用就对了。关节。哦。还有器官。我要拍。好。挡到你的脸了，我怎么拍？好，哎，这样好看，这样好看。这样好看，这样好看。你下来一点，下来。太子也知道圣诞老公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上次就我们就当圣诞老公公了啊。再一次哦。我上次当圣诞老公公发给他，发礼物给他呢。好。哇、哦，这只很可爱呢，比你可爱。你喜不喜欢这个？你最帅了，你最帅。要发。这是 Mickey Mouse。好，你抱着 Mickey Mouse。对 ，Mickey Mouse。不要动啊！哦，教一次就有了。这正版呢？正版才有这种配色。原来是喜欢歪呀、啊！这个要。你的脸拍起来很丑。这个要放姐姐的房间吗？不要动哦。好。好热。好，已经好热。还是放我房间？我怕你这里太挤呀、啊。给我放一下椅子，谢谢。谢谢，麻烦你瞧个位置。坐好，坐好，陪你，陪你收件。嗯。我伊在做机啊，会当捡的对啦，哦，伊会当个捡的。哎呀。你要塞东西对不对？上去吗？哎，可以呢，这可以塞耶。可以啊，这边这里。不行呐，这样不好看呐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对呀。啊，你怎样做？啊，请帮诶。伊都你工课还袂做了吗？你当作真个休困啊？你当作像人麦当劳迄无麦当劳叔叔吧？哦，你很喜欢这只哦，对不对？叔叔啊，好大只哦！嗯啊啊，上次有没有比上次那个松那个仓鼠大只？仓鼠，呵呵呵，可以。好的吧？很享受吗？好了吧，这次拍完了。好了吧 ，OK 了。哎，该工作了。别哪个样？你要休息了吗？换姿势，换别的姿势。你的胸要哪个样呢？我你要干嘛？你要收金啊！你要干嘛？工作了，你要干嘛？轻松，很轻松。等一下再玩的啦，好不好？快收完了，最后五个了。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！你先去，你先去收啊！我拍他一下。帮我挡一下。我帮他夹发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要吗？夹这里。夹得住啊，可以。哦。哇。哦，这刚夹到鬼讲草莓，应该没吧？草莓的手套。哦，这个，哎，这就在这在对材质。是蜜的呢，它不是棉的呢。它的联名款限量，真的假的？我没看过哎。没有看过。对啊，没有看过哎。哦，这几家贵了千啊，这一等较贵耶。真的。一等较贵。坐飞机来的，台湾没有。你没有坐过？还没有坐过飞机，对不对？台湾没有。你要坐去哪里？不是有细菌啊。细菌在这里、啊欸，病毒，我只是轻微的细菌。哎、欸，材质都袂歹耶，材质还不错。好大只啊！对啊，110公分。哦，那得给他宾馆啊。晚上我带回家跟我睡喽。跟我睡？跟我睡啦！你房间已经满了，你房间全部都是娃娃了。对、啊。还有一只超大只的娃娃呢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帮我端在旁边啊？踩在那里啊？踩在那里干嘛？没晒，哎、欸，哎，很糊哎。要盖着，他、哦、说要盖着啊。盖着就看不到了，还放透明的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，透明的，透明的袋子啊。好啦好啦，再帮你放了，再帮你放了。
会帮你放，你赶快把。最后五个了。他的主人呢？只有他待得下。哦，够想大条嘞。我想说这一条太大了，待不下嘞。好，好，好。好，换你了。好，换你了。哦，心。哦，你心情，我看你心情吼变足好呢。本来咧生气啊，讲二十几个，哦。我下礼拜有十个了哦。没有呢。啊，有这次陪你了啊，就可以增加了啊。你们不要管我，好了。好，不要管你。好啦，我们真的要关播了，好不好？机好，你不好，对。啊，先关播了，好，大家下次见啦。被他吓到了。不是他。啊，记得喜欢我们。金草莓大帅哥的粉丝朋友，按赞、追踪、分享哦。还有哪里不好？还有。OK， 大家拜拜。